是有一个预期的。哎、最简单就是什么小组赛，嗯，最热门那个球队，他的比赛时间肯定是安排在当天的最后一场的。是的啊，去溜到篮下，但是这球并没有能够打进。转换的进攻，啤酒人这边直攻了一下，好球啊！打的是出去，师弟，你拿球嘘声很大啊！好球啊，中距离出手。不管怎么样，并且呢，这个绝对的人数是一方面。嗯，这个、哦，我们有好球，哎呦，还一个啊！在身高和完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，单打史蒂芬森中投命中，这也是硬劲实力。哎呦，危险的三分，哇，两边较上劲了啊！这一开始就打得这么火星四，哇，就是单挑啊，没什么战术，就是让，哇，还有罗密欧面去单挑吗？嗯、啊，叫了挡拆的掩护，一打三哦，啊，回传，啊，他是有三分，他是有三，哇，挑衅啊！球没有弹进篮筐。哎，哎呦，这个。然后呢，这边可能要调整一下，不能让这个芬森这么单打。是。哦，改成攻筐了。但是，博斯佩尔这边攻筐能力还不错。刘志轩在外线把三分投中。那个我们那个约够肥了，一定先给您奉上。看看这边右侧给一单挡，史蒂芬森突进去身体对抗，哇，球师弟把球快传到前场，再找外线空位的三分球出手，好球，打进。师弟这儿呢现在也冷静下来了，实际两个队打都比较简单，火正面再对抗，转移球，这球传得不错，中距离的出手，哎呦，哎呦，自己来，哈，师弟二加一，自己传球，自己篮板，自己打进。贝尔瑟突进去，这个能力也很好球啊，这个之前给大家预告过，也绝非善类。是今天啊，咱们看的有点像 NBA 职业联盟的比赛啊，哇哇，他们要这么打可能到不了第四节，咱俩形容词就不太够用了。嗯，啤酒人的转换进攻的机会，贝尔斯继续来控球，外线超远的三分，好球，有了，迎射防守，在芬森面前证明自己啊，你是 NBA 的球员，但是呢，我绝对有、这个、扣着防，去打的能力，看看，这一球多、难度啊，跟16+10啊，就是突尼斯队的绝对核心，这一球内线的单防，看一下。纹丝不动，哇，这球是不是有稍微超时的嫌疑？前场的三打三，这一球突破，哇，哎，这球是漏，哎呦，没接住，太油了。看你来势汹汹，师弟指了一下队友的位置，没有内切，师弟自己来，哇，这转身哇球，不需要吧？四分的分差。这边打一个单挡，球直接传到芬森的手里，前场的转换进攻漂亮，哎呦，倒霉，太写意了，梅杰里自投自抢，再来补篮，哎呦，这球让我没投进，那个太对了。看一下最后的六秒钟，你还是给他让他打威尔斯，这球肯定是要自己干了啊，没有、哎、传球了，外线超远进了，压哨的三分球啊，是在射程啊，所以夹击的幅度很大，但没想到这边是他正常射程，应该是有这个能力，就是你看他动作没有比较多的球迷朋友啊，觉得现在节奏有点熟悉，因为打得特快，你正常如果放到这个 CBA 的比赛啊，就是不会打得这么快速，回合数也多，外线三分球出手，好球，右侧给一个单挡掩护，看看转移球，这球被截了，谁能控制住？哎呦，这身体素质，哇，而且这球给师弟撞得不轻啊。第一手这边内线梅杰里也放空了，转身去攻没有篮板球，再补，哎呀，师弟补再来，师弟今天连续在篮下有这个补篮的动作，这任务的球员啊，就哎断下来了，断下来给我的内线强点，让他去打一打。是，梅杰利，看一下这球，个人的单打，
哎呦，靠自己的外轮怎么去和师弟搭档啊？也是让人觉得现在会有一个想象力的。双方都两人都比较需要持球啊。嚯，梅姐里看看，这个就是个人从底线的突破单打，就可以知道平时属于很自律那种。他是很努力、很努力的球员，而且在这个赛季为什么想法挺花哨，但是身体不支持。师弟转身，师弟转身之后控球是非常不错的。传底角，这球给的漂亮，怎么样？好球！外线的篮儿投的不是很好。看看这边，单打一对一的防守，好球啊！辽宁拿到七分的领先优势。郑明的断球，好球！前场的转换漂亮，又是高时间的进球。并且看一个细节，一般这种球啊，这个就没人跟进了。是，你看这球后面，关键看后面，他上完师弟抢这个球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前场的快攻，师弟看看这球，好球啊！对，先吃你一记对抗，你拿我没办法。把、啊、你闪过去，我再把球打进去。这里啊，它要价高，贵是贵，但是呢，它有贵的道理。漂亮！这次内线又给盖下来，一记封盖。球看看，还是先控制。可惜，可惜，可惜没打。在这里边，手有点滑。不是内线，你转身勾篮。这身位一闪出来，就很好的能控下来。启动来了，呜呀！漂亮！梅姐，你连续两个封盖转换，师弟控球，看看这球传外线。梅姐里在要球，不过传到底角，太空了，这还不投？哎，等球！哇，这一防一攻就够做一五加球了。是，梅姐里在世界杯拿过八封盖呢。世界杯那个水平都能盖八个，这儿一秒，最后压哨出了好球。史蒂文森终于弹起了土吉他，正版的土吉他。压哨三分打进，内外的两个外援全部有好的表现，所有的本土球员都有好的发挥。今天这个比赛啊，看得提气。对，并且关键什么呀？就是两个外援，并不是说那种就是我要表现，往往就只是在进攻端玩命，防守端。我留点。十二东亚超级联赛的比赛，这是胜利啤酒人对阵辽宁在半决赛的较量。一上来之后，哦呦，师弟，看看这边正面面对防守，对方这个后面哈丁格这，你看协防已经在瞄着他了。师弟，哦呦，这是什么样的个人能力啊？到了对方手上的侵犯，但是裁判并没有吹一个犯规。基地球给进去，龙游，好球啊！这球打的还是不错的，用这个后背啊。李小旭今天在篮板球方面表现得很好啊，外线高时延的三分没有，梅姐里有双手啊，三分线冲进去，冲那个板儿，双手补扣了。李小旭的快速转换的两个球，梅姐里这球问题是跳得有点高啊，从上往下。哦，这个高度啊，哇，这个人能力不是盖。是的，在进攻篮板、防守篮板方面，辽宁这边大幅领先。他们等一个阵地，找梅杰里的单挡掩护，回传球，吸引了三个人的防守。看一下这边外线三分，好球！刘志轩，对方滑倒了，是一个多打少，看看这球怎么来攻。到底角好机会，外线的三分出手漂亮。菲律宾这边也是防懵了，居然都两个人防他，结果底角漏个干净啊。小丛这边也进三分，跳空被梅杰里，梅杰里在篮下啊，接发球的战术，实际防守端随时的这个注意力集中和、看看这球也不是很容易再去挑战梅杰里。这一球在身体完全失衡的情况下啊，当年菲律宾国家队的常客，能力肯定也是有的。基地交梅杰里，哎，很顺倒的，不错，好球。今天的辽宁啊，每一个球都让咱们觉得梅杰里上来做一个挡拆的掩护，梅杰里撤出到三分线外，这球自己投了。哎、哇，这就是他的这个高炮台。像这个
余则成啊，王华宗，哎，漂亮，现在都有机会。哎呦，聪明了，好球，聪明，一个假动作点飞两个，嗯，带圆，这是你们证明实力的时候了啊。嗯，但是第一个球丢了，林格，篮下的进攻有啊，抱歉，就是都梳个辫子不太好认，嗯，这就是小一号。转移球，外线又是空位三分的机会，怎么样？哦呦，太准了！杜家宝这边在防弧顶的三分，也有。哎，这一球又是失误，让罗密欧打一个。哎，好球！巧，非常巧。贺天举挡到之后转移底角，没有太好的出手机会，传内线，这球没丢，嗯，好球。哇，罗密欧开始秀技术，这边过掉过去之后上篮，好球啊，完全展示了输的分数比较多了，但他个人的实力毋庸置疑，嗯，尤其在面对辽篮现在摆一个就是年轻小将的阵容上面，打的还是没什么毛病的。突破，好球，还一个个人一条龙的进攻。高诗岩展示了就是自己在这个进攻上面的本领。好球，给到底角，纳邦的三分，好球，纳邦捡下来之后防快攻啊，这球防不住了。哦，哎呦！但是对面啊，太想打快了，哎、没打进、嗯。这球，所以呢，只应该说是互补性比较强。哎，这球断下来了。我觉得啊，就是说，我觉得这可能是更多是为了现场的观众啊。也不是，我觉得可能是在。那如果说你不用梅杰里的情况，你这时候是不是该换国产小将？五三分，他一人包一半吧。啊。罗斯姆表现很优秀啊，兰斯史蒂芬森这球没进，哎呦，自己来啊！他一出手啊，就知道这球短了。然后看看梅杰里的腰位，芬森真的不怎么粘球啊，该给球确实给。这边呢，对于啤酒人来说啊，他去防梅杰里的时候，现在有一些心得了。好球！哎，梅杰里突破暴扣被对方打在脸上。哟。这球不给吗？菲律宾这边有点没劲。你再来看，这球转身直接攻。这关键是后面是。对呀、啊，这是已经落地之后。再来看，这个动作太强了。哎呦，顶到鼻。啊，但是不算进这球。不然不会这样。看看这球，外线的三分，好球，刘志轩。今天也进三个以上的三分了，这一球梅杰里干扰下来篮下，看看这球没有盖到，瘦是，再给球，外线直接出了三分，好球，顺。面辽宁今天是29投13中，命中率很高，突进来正面和梅杰里对抗，这球防得可以了啊，可以，这。但是这个球犯规，犯规了，质量一般啊。过去外线的三分，没有三不沾。转换，看看前场的二打二，这球选择一个三分球出手，好球。罗密欧去回传球，林觉，这给高诗岩，挡拆过后，高诗岩中距离出手二加一，好球，好球。罗密欧左边掩护之后绕过挡拆。好球，这个是他擅长的差距。看这个紧张，就是菲律宾队的较劲程度，以为就两分，对，这真感觉就差两分。好球啊，就是这个双外一直留着。师弟，后撤步外线的三分，师弟已经有半天没进攻了。这，刚才那个压哨的时候那么激动，这算这个球给对方直接嚯。这俩人，梅杰里这球啊，犯规了，这哇，盖到二层看台上去了，知道？这边也给梅杰里换下去了，换下去对方就来空接，是的，现在也犹豫，就是你不换下去吧，你给别人练，
师弟这边也是连得五分，转换进攻，威尔斯突破，这一球挂着防守打二加一。比赛上没有任何的悬念了，但是场面还是挺火爆的。篮下好球，黄华东也得分了。罗密欧继续单挑防守，这个个人能力啊，这比现在这段组合要高。哎，好球啊！比赛结束，111-89，让我们再次恭喜辽宁，没有任何悬念的收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